你说我每天这么给你按摩，我不怕烦不怕累的，为了啥呀？那都是为了不让你肌肉萎缩。我的胳膊有多酸你都不知道，我每次给你按摩完啊，我自己还得按摩半天呢。我对你这么好，这么伺候你，你要知足，知道吧？你说我们家孩子咋就这么没出息？你说不想着好好上学，就想着出来打工。你说我辛辛苦苦的，我为了啥呀？我你看啥看？你说我心里这么郁闷的，你还不让我发泄一下呀？你啊，你说你真是，你活得有啥用？净给人添麻烦。来来来来来，安姐。哟，哎，哟，谁来了？安姐，木兰，你们不是昨天才来吗？今天怎么又来了？今儿下班早，就跟着一块过来看看妈。妈，我们来看你来了。妈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好，好着呢。哎，兰姐，昨天妈不是刚换了一套衣服吗？怎么今天又换衣服呀？我刚才在厨房熬粥来着，这一时没看住啊，老太太就尿了。我刚把衣服裤子才换完。辛苦了，兰姐。哎呀，这都是应该的。我勤换着点，只要老太太舒服就行。不就是我多洗几遍吗？把它花在别人身上，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们。哎，都怪你一时太冲动。明天，我陪你去把戒指退掉吧。你干啥呀？你也想喝呀？你行了啊！你这喝了就得尿，尿了还得我收拾。你让我歇歇吧你。哎呦，这门怎么那么紧啊？兰姐，哟，木兰。你怎么来了？今天没上班呀？中午休息啊。家超市离特好，我妈爱吃，给她拿点来。吃饼干呢？妈没做饭呀、啊。不是，就是这时候呢，一般都是给阿姨听录音笔，然后喂点点心吃啊。是这么大声，这录音笔哪听得见、啊？以后我妈听录音笔的时候啊，您就别看电视了啊。哎，好，好，那我去洗鱼去啊。哎妈，来，喝点水吧。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？洗好了，我给老太太削一个。辛苦你啊，来姐。那我这走了，下午还上班呢。
妈，我先走了啊。慢点啊。阿姨，我给你削个梨吃啊。哎呀，今天这梨多新鲜，这水熟的。工资呢？来来。没钱。你没钱？啊，又骗我，又撒谎！我说没钱，你说没钱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没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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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怕不怕我？你怕不怕我？我问你怕不怕？问你话呢，你怕不怕？不怕是吧？你不怕？不怕？怕什么？害怕了是吧？怕我了是吧？我厉害吧？啊，流血了吧？打人谁不会打？哎呀！啊，怕了吧？看你这样就怕了，是吧？我跟你说啊，以后你要乖着点，你要不听话，我就开打你。阿姨，哎，屋里呢？哎，我妈挺好的吧？好，跟平常一样好，是吧？哦，这怎么在家还戴着帽子呀？这是我们老家的一种习惯，就是到冬天的时候呀，这老年人一定得保护好头和脚，这头那一招风，他就容易得病。咱这屋里也有风，我就把我那薄帽子给戴上了。这回事儿。嗯，哎，来姐，哎，我把那几个梨洗了吧，想给我妈吃点梨。啊，行，好，那我去洗梨。来姐，今天晚上吃什么呀？啊，你看你们想吃啥？啊，炒个西红柿吧。按摩。妈，你给我吃个梨啊。妈妈，出事了。
敢说你不知道？你还撒谎！喂，看这什么？干的那点事儿全给你录下来了，要不要发给你看？我知道我错了，我有罪证，可我也不是故意的。你们也看见我们家刚才那死鬼是咋打我的，他根本就没把我当人看。你老公砸你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想，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就这老太太。你们饶了我吧，我不会再有第二次了。来世姐，你打一个连话都不会说的老太太，我妈流眼泪的时候，你想过放过她吗？木兰，报警！慢点，慢点，报警！真的起来，不能报警呀！你们就把我抓起来，我也没钱赔你们。要是我杀了老太太，你们还有啥？哎呀，媳妇，求求你了，不能报警！屁！还赶紧把妈送医院吧。我告诉你，这事儿不算完。医生，我妈怎么样？怎么弄成这样啊？先去拍个片子做个检查吧，看看骨头和内脏有没有损伤。检查的还真不少，你们家属啊，跟我进院吧。这样吧，我上去照顾妈，你去家政公司。有事给我打电话。行。